咦，啥子？小燕子，你咋来了？我今天有个高兴的事，啥高兴的事？迫不及待，我就想告诉你。啥事？这么大热的天，专门跑来？啊，你以为呢？我都不睡过觉跑来跟你说来着。啥事啊？你猜。猜不到。来，坐着说，坐着说，进来。今天穿这么凉快的。呀，今天多少度你知道吗？把人热没了。这么大太阳，那你说让我去接你吗？呀，你啥变这么好了？我感觉你这两天变漂亮了，皮肤嘿嘿嘿，也变好了。啊，不是开始收拾自己嘛，先嫌弃我，哦，俺不整死用我了了，啥秘诀了？整死我了，啥正事？你猜嘛？你猜我寻思干啥？找我干啥？不知道呀。找我咋的？去，让我带你去医院去。我是上次前两天忙。没去，借口，不用你带我去了。咋了？噔噔噔噔，妈呀！咋？这啥？你看我干嘛？蹭哪去了？两条杠。三个小鸟在高兴什么？你高兴啥了吧你？高兴高兴，你发现可疼了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哎呀，这是真的吗？啥意思嘛？这怎么这么小呀？啥意思嘛？说明他俩捡来的。你咋不知道拿笔画的呀？那娃一天只要高兴是高兴惯了。哎呀，太高兴，太高兴了！那怎么办？我把这个。珍藏着，认真下子，你先抽啊！你不是用这个塑料薄膜装？哎呀，激动的心咋不会说了啊，啊？激动不激动？激动呀！我也不惊知不道，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也不知道说啥。那后面的计划嘛，打算嘛，给你把这都给你看了，人家。真的是，这是真的是强求的爱好。哎，这回我家我跟你说，高兴死他了，高兴死了。对，你上次说你做梦梦见你怀孕了，我以为你开玩笑的。哎，你阿伯说，我发现我以前做的梦灵哦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性格就是大不咧咧，不记事的，知道吗？然后上回做梦梦见了，然后我那灵醒了之后，我心想，哎，这个计划了，我那一算呀。好像那个啥，离家就没来，然后我倒是跟你没听说，你还不信，还真的，你问我有啥打算？唉，嗯，我想结婚，但是，那是啥嘛？那你偏负责。我负责呀，但是我现在没房，还没钱，你说怎么你办？领着人就行了呀，我给钱给房过一辈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娃，我看了咱俩谈这么长时间了，人家是个有上进心的娃，人家又用咱这话说就是有骨头，就不愁以后给你会饿肚子。俺相信，只要咱俩肯努力，以后是面包也会有，牛奶也会有，俺愿意给你同甘共苦。突然感觉压力好大呀！啥话嘛！真的，突然变成我本来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现在咋这一下子啊？三个人了。那，以后就是四个人、五个人。你还想要几个呀？要给要个足球队。那，你跟阿姨说了吗？不干了，那阿姨会同意吗？反正现在咱俩年龄都漂亮，俺屋人呀，本来对人家都满意着呀。那关键这次不一样呀，这次房也没，咋那了？要不然，
后咱俩个结婚证的。偷偷去领证。啊，领了之后再跟我妈说。一会闹妈个，我爸个孝顺点就行了吗？可以可以，你敢吗？可以啊。嗯。我为我幸福自信吧。你真的干？行不行啊？行，我有啥不行呢？那就说好了。嗯，那咱明天就去。这么快的？那肯定的，肯定要快的。意思是趁着这两天屋里人忙着，钱不在地里，不在家，户口本好拿呀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是晚几天，就村里人知道了咋办？咱先赶紧偷偷的把结婚证领了嘛，是吧？这两天马上俺俩都出门啊。嗯。今天我给套一套呀，都完了。嗯。那行，明天。明天说好，明天早上就去啊。好，我这次到啊。好，我这给上回啊。行，不会的。那行，回去。好，我下午还要坐地铁呢。行行行。妈子呀。好。哎呀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呀、啊。当爸爸了，两道杠。捡了个媳妇儿，哈哈哈。